好，我是亚美奖，今天要来带大家来吃到饱了。我觉得呢，我应该是在曼谷吃到饱，吃到已经你知道有名了。因为今天呢，特地受邀就是那个在曼谷的一间饭店，名称叫做 McHugh Hotel Bangkok Siam。这间饭店呢，它的八楼的 Eight Restaurant 呢，今天推出了 BBQ 吃到饱呗。而且呢，今天只要一个人900泰铢，大人900泰铢，小朋友450元。它的时间呢，大概是从周日到周四，所以可是礼拜一没有开哦，只有周日到周四。那晚餐时间的话是6:30到9:00左右这样子，6:30到9:00左右。反正详细的时间呢，我会再打到下面的文字再给你看。所以咯，看到我这一则影片的话，请不要犹豫，赶快来吃，因为我刚刚已经忍不住偷吃了那个羊排，那个羊排超好吃的，而且它那个酱汁很多，有泰式的酱啊，有薄荷酱啊，反正都是现烤的、现用的，你就吃到饱。因为通常在外面吃个牛排也要1000多块，可是不用，这边只要900块就有喽，很棒哎！我现在要赶快去吃，我好饿哦，待会再跟你们说我吃的情况是如何哦，拜拜。这么大一个，很大一个哎，超大的，比我的脸还大一个，有没有？很大很大。嗯，阿尼克阿莱卡，女啊，牛肉牛肉，奥卡，金卡，对，这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然后现在他就会煮给你吃，然后现煮的，所以就是新鲜 juicy 这样子。我觉得牛肉可以跟他 order 一下。他有帮我买 beef medium。My beef medium， 看，我刚刚点了我的牛肉大概是5分熟左右，然后这个 sauce 超棒的，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伊山 sauce， 就是很辣，又酸又辣又下饭，超级下饭的。吃那个糯米可以加它，然后这一个它是那个薄荷酱，薄荷酱呢通常我都会把它拿来沾那个羊肉汁，羊肉很好吃哇，然后在这个。巴西利也很好吃，这个沾那个牛肉也很好吃，哇，超棒的。然后还有一些现做的一些面啊，然后料理这样都有。在等食物的摄影师想吃饭，肚子饿，对不对？好，他等一下，再一下下就好。再一下下就好哈，这个啦，这个超好吃的，这个就是那个叉烧包，然后它是用炸的，然后它等一下就是里面都叉烧包，很好吃。我刚已经吃了一个了，就超好吃的，我等一下还要再吃。阿莱玛卡沙拉包，然后这是那个猪肋排，在这个。甜点怎么能够错过这个布丁，超好吃的布丁，我叫还有这个，你看吧，没有这个凤梨，然后荔枝。洗澡咯，昂狼了呀，洗澡了耶，啊，掉一个在里面，啊，超好吃的呀，香肠看起来很好吃耶，嗯，那个香肠跟我们一般早餐吃的香肠不一样啊，我要讲废话，那个里面的料看得到，而且很好吃，又好吃，可以加啤酒来喝。然后羊肉，哦，羊肉一定要试试看的。啊，算了。我刚讲薄荷酱，嗯，好 juicy 啊，里面好多汁，好好吃哦，然后配上那个。薄荷酱啊，好甜哦，哦，好棒！羊肉的甜味又跑出来。再来牛肉，我刚说要5分熟。
分手哎。嗯，这个牛肉也很 juicy， 很多汁哎，可以配一瓶红酒，哇，这很棒哦。香叉烧包，这超好吃的，必点必点哦。嗯，很好吃，这个。哇，被我放有点久了。那你这是怎么跟巧克力那么搭？嗯，还在录哦，不要录了啦，我要继续吃了，太好吃了啦！反正有任何资讯的话，你就是上网看就对了。拜拜拜拜，拜拱啊，拜拜看，还在录，拜拜，我吃了。